各位长官及贵宾，现在演奏的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所组成的国军联合乐队。目前所演奏的是《海风进行曲》，这是由国内名作曲家侯志正教授所创作。 乐曲气势磅礴，在强烈的节奏中展现全国军民同舟共济、万众一心的壮志豪情。 接着进场的是素有国军荣誉部队著称的中华民国三军仪队，他们代表国军的形象与荣耀。 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三军仪队主要任务为执行友邦元首访台军礼及国家重大庆典等勤务，平时于各驻防点担任礼宾驻防任务，其礼宾交接仪式庄严肃穆、铭文国际。 演奏的乐曲是由示范乐队中士李玉川所创作的《见义勇为》，以嘹亮的小号声为今天的联合操演揭开序幕。 国家军旗代表军威，联合旗队旗阵飘飘，旗海飞扬，搭配一队队员势如破竹的先锋队形，展现出国军捍卫国家民主的决心。
出三环队形，象征三军协同一致，相互扶持，无时无刻守护国家安全。Thank you.